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LB 哈对群。我们现在游玩的游戏是志冠在1999年出品的《龙神》啊，这款很中二的战棋游戏。那这是从香港港漫改编的单机游戏剧情哈。那我们上次玩到第七章《虎力的决心》哈。走，那我们这个任务是干嘛呢？就是打倒幻魔的手下，好，蓄气。然后呢？这边我有点忘记要怎么走了，就一直走就对了。然后他们走路都是有音效的，就是很用心啊。你看走路是有音效的。那蓄气是为了放必杀技的。这个洞穴简直就是一个迷宫，一不小心就会迷路。看来要找出这个幻魔的心腹也不容易。啊，听到这个配音有多么尴尬了吧？有多么的中二了吧？哎，心腹来了，幻魔的心腹。那就是如果被攻击的话，会出现 R 跟 D 哈。那 D 的话是防御 ，R 的话是反击，被打之后反击。因为我后面有障碍物，所以我被打得很痛。哦，大概就这样子玩的哈。然后音乐又没了，音乐没很正常哈。虎力的决心。你看啊，他每一个对话都是有那个语音的，虽然这个语音很尴尬，就是了。好 ，level up。OK。好，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，其实很简单了。休息一下，我记得休息会回复体力，会吗？您刚好进去就被卡墙壁，没错。对，休息会恢复血量哦，这是这款游戏贴心的地方。休息会恢复血量，不像那个《侠之道》跟《天地劫》吗？是以战棋游戏来说，这样算很佛心的。你休息还有那个 HP 还会恢复。然后没影响了。好，要被打了。那我防御好了。那你就是幻魔的心腹啊，小嫩逼啊！传道士，我还以为是传教士，吓我一跳。没事没事，我绝对没有在开车。再来一次哦，必杀技，时机暴风！啊，赢了！哎、欸，不是赢了吗？哎、欸，然后嘞，我要走回去。幻魔心腹是他，这一次才是幻魔心腹啊，超痛！我们去打宝物，先把宝物打掉。打到他吗？打不到。我们先看这个宝物是什么。不是隐藏人物啊，这才是我们要打的人，刀陀。这是要打死他才会赢啊，虎牙 ，OK。
我想一下，我可以有一次干翻他吗？好像有点难哦。有啊，这是1999年出的，有志冠出的战棋游戏，然后这款叫《龙神》，应该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款游戏啊。知道的人举手，知道的帮我喊加一。你看，还要喊这个中二的名字，就知道这款游戏多么的……啊，我要死了！一局，我靠，还 double 嘞！靠！啊，再一次，这次应该可以赢。那个道具要拿哦。这挡他应该不会死吧？哦，没死，太棒了！啊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不行，不行，这样要死。近一点会比较痛哎。好，打赢了。查理是16个人，然后拿到一些丹药跟正义之气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幻魔的时代已经过去，未来就由我虎帝带领你们去创造吧。第八章，复活岛的修炼。一战之后，龙神发现到自己的力量不足，便在复活岛上进行修炼。 Ready Go。不是，我来不及啊！啊！哇，这样能力是不是变少啊？那我等一下重来。空白键，干这啥小啊？靠背哦。太难了吧！什么啦？这最好按得到啦。啊，来不及了啊！然后嘞，再来攻击力试验怎么用？ Ready, go！ 好嘞，靠北怎么用？然后嘞，干啥小？不是啊，不是你也教一下嘛？我按什么啦？我一定要重来，这什么啦 ？What the fuck！ 不要再躲了！好家伙，别来无恙吧！废话，今天来不会只是看看我吧？对，我今天奉虎帝之命来取你的狗命。虎帝。说谎，虎帝怎么和你们是一伙的？迟早你们便会知道的。但今天，你们会有机会离开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大言不惭。OK。今次能够一次消灭你们，虎弟一定更加赏识我的。你胡说，虎弟怎么会这样呢？更何况你是幻魔的手下，又怎么会听从虎弟的命令？幻魔，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虎弟那充满仇恨的眼神，这种因仇恨和怒火所引发出来的力量，使人既兴奋又害怕，足以使我和众妖臣服于那股仇恨的决心之下。虎弟不会这样的。就这样，然后再开打，烂东西。宇宙三级破，就是四位主角是虎弟、龙神、朱雀、玄武，然后虎弟叛变，这样。就是有过年的时候，大家有看直播的话，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吧？我看一下哦，久等，久等，那就先打这只好了，努力吧，然后再给玄武打。玄武可以动两个回合哈。好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如果因为有其他人嘛，所以你从这个方向打过去的话，他的伤害会加成哈。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方向打不到他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子。哇，玄武真的烂，玄武真的有个烂。好，因为他可以动两，这可以动，再动一次。OK， 就这样。电击魔神。上一次给你逃掉了，这次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想不到龙神也会有愤怒的一刻，不能忘记我给大长老致命的一击吧？一击吧，一击吧！天啊，这个台词太中二了，连我都要受不了了。我已经觉得我这个人已经够中二了，想不到这款游戏这么中二，长大回来玩才知道，哇，原来这款游戏是神作啊！哎、欸，那是因为我给他装备一个道具，他才能行动两次的哈。他不是本来就可以行动两次，那是因为道具的关系，所以烂。哦，这电击魔神真的很讨厌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每个人都会哦，太贼了吧？要反击吗？先防御好了。但玄武的好处就是防御力高了，就这样。我们要放宇宙三级破了哦。老师给你看看，龙神，哎、欸，那必杀技还不能放吗？哎、欸，放不了，告别。没关系，先刚刚解决掉。然后呢，玄武，在，我想一下啊，在哪里啊？好，因为后面有人挡住哦，所以攻击力会提高。好，就这样子。是吧？宇宙三级破，宇宙三级破，哎，帅哦，那还没打死，烂死了。为何龙神的力量比上一次更加强大？没办法，就是他们真的做得很好。天极猪，我是说天子很好。GG， 我觉得这边的话就这样走了。这边放招式，宇宙三级破。宇宙三级破，480。啊，这个攻击有点低哦，都已经靠墙壁打了，还攻击那么低。那这边的话就用疾兵第一重，
把它冰住哦。啊，这是一定会冰住的哦。这款游戏就是这样，其实算好打了。先休息好了，好，再来，应该动两回合。啊，这么烂，这攻击力是怎么回事？圣光柱。哦，帅，哦，喜欢，这是帅啊！不可以站这里，站这里太危险了。哦，好痛，太痛了吧！我可以再动一回合，帅啊！哎、欸，扛住了！烈血和卡密龟此次合力攻击，效果拔群。只是让他完全没有办法还手啊！哦，这冰起来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就开始围殴，连他有一回合不能动。好，晚安，保罗。特殊技不能用哦，哦 ，MP 不够了。好，直接攻击。好，再攻击一次。对啊，他是三连拍啊。近距离是三连拍，然后远距离的话是一个气功波。还有，他不是龙虾，他是龙神。人家是龙神啊，给你点尊重好吗？终极电光啊！还好，还不是打龙神。好啦，再见啦！我干掉你喽！哎、欸，他血量怎么恢复了？再冰一次。563，怎么血变那么多？连续器。宇宙三级破。宇宙三级破。啊，没打死他、欸。终极电光。哇塞！哦，不能刚刚玩了，喂，给他最后一集啦！宇宙三级破，nice。神光，佛光。不会是真的吧？我怎么想，虎弟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吧？龙神，龙神，极电，什么事？快跟我来，有大批妖物正到来捣乱。什么？事不宜迟，赶快走吧。第九章，破坏结界。百苏，虎弟，龙神，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吧？这些事都是你干的，是又怎么样？
帝，你真的变了。嘿嘿，你们先看看这是什么。中计啊，怎么办？玄武，你知道这结界怎么样破吗？此乃神族结界，据我所知，只要把全部结界柱破坏就可以离开。你们真愚蠢啊。你们真的以为这么容易破坏所有结界柱？这个是龙神，是志冠游戏1999年出品的战棋游戏。然后这款游戏的改编自香港港漫的龙神的作品哦。你没事吧？哈哈哈哈，老虎也能打死几只，你说有没有事啊？哼，老是要人担心。那么神器的话，先打倒眼前的老虎再说吧。蝙蝠。好，蝙蝠、白苏，我们要全力以赴。是，知道。尴尬，16等15等，哇，这么强啊！龙神太烂了吧！快点破坏结界，突围吧！龙虾 ，OK， 好，是的，龙虾，合体技哦。航天双持技。啊！死掉了！啊，至少任务完成了。剑，极剑的必杀技。不行啊，哪有机器人啊？这款没有机器人啊。我操欸，一个英雄，英雄的概念，然后用一个招式那么中国，那么中国风。欸，打死他是，欸，打死这个，OK， 只剩下右上角那个，还有右下角那个。不动明神诀。欸，是什么？MP 回复100，我靠，太贱了吧！虎弟，看着他们这么狼狈，一定很高兴吧？还不是时候，我要看到龙神像只丧家犬，向我跪地求饶才会高兴。好，换主角的必杀技啊！宇宙三级破。哎，还没升级哦。龙神，美是美漫的超级英雄，可是却有一个武侠的武功。对，结束战斗，对，我结束了，我被结束战斗了。不行啊，这样玄武等级太高了。哦，还有这一只啊，对哦。那打走三秒了，蓄气，汪汪！不要啊，虎弟，我是你以前的同伴啊，虎弟。好，任务完成。咦，为什么没有反应的？玄武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没有可能的。我早就知道你们懂得破这个阵，所以把结界的核心柱放置结界以外，除非你们从结界外攻击，否则结界是不会破的。该死！什么？结界消失了？得救了！队长，我们得救了！是谁从外面破坏结界柱的呢？
神中神。没有，没有变身画面。神中神，神中神乃神中之王，100年前离开龙神之刃，失去祖宗。神中神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我是追赶一名妖物而来的，但我看现在你们的处境也不太乐观，还是先对付敌人吧。是。第十章，杀弱小的生物。杀弱小的生物，明明是生命，他念生物。可恶，给虎帝和风金魔神逃走了。他们好像逃进机场控制室去。难道他们想破坏机场的导航系统？不好了，这样必定会造成很多人命伤亡。可恶！不要说这么多，赶快去机场控制室阻止他们吧。是。20回合内，敌人全灭。他们真的要破坏导航系统？想不到从前的战友，现在竟变成恶魔一样的敌人。这就是仇恨所带来的可怕力量。好可怕，真的好可怕。时间不多了，快阻止他们，否则必会造成惨剧。OK， 回敌核刃破。好哦，好哦。好像是跟神中神的合体技啊，啊，帅哦！其实《龙神》这款游戏是诞生在2021年的，没有啦，开开玩笑，怎么可能？防御。欸，重点是从神中神在这里，他竟然可以跟这么遥远的龙神一起放合体技，那这款游戏对合体技的那个限制还真轻松啊，不用在隔壁啊，他只要在地图上都可以了，嗯，还不错，所以随时都可以用。我们这款打完就好了，这款啊，这一战打完就好了。那个招式，天地爆裂，啊，都这样。天地爆裂，然后就一个小气功波送出去，这样，哎，很无聊。哎，赢了，宇宙三级破，简单呐、啊。对，就一种必杀，不要怀疑。什么东西啊？可怜啊！可恶，竟想破坏这里！哎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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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！够了，蝙蝠，他已经死了。奇怪，虎帝与风级魔神并不在这里。他们还在这里。第11章，虎帝之哀。看来你们也心疲力尽了。风吉，我们动手吧。传道士。是被魔化的神族战士龙神，
决一高低吧。弟兄们，上！虎帝风级魔神被灭。这游戏神作啊！这游戏神作啊！不要怀疑。你是指地球人这种弱小生物啊？你看到了吧？他们全都是不堪一击的。就算整个地球被毁灭，也没有人会觉得可惜。虎帝，你错了。就因为生命这么脆弱，所以我们作为拥有力量的神族，就更加要出强扶弱。笑话！这个世界根本就是弱肉强食，就像当日我败在你手上，又有人会同情我吗？虎帝，看来你真的被仇恨冲昏头脑了。你就用自己的鲜血让自己清醒过来。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好无脑的对话。好，这场重点就是打败这两只就好了。可是路上有一大堆敌人哦。而且龙神跟神龙神是站在上面的，我应该还好啦。重点是这两只比较危险。不过因为蝙蝠有补血技能，所以应该还好。OK， 好，就先这样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合体技，好，体剑的漫画是红色的、哦，圣光柱没有把他打死，真是烂。虎帝是吧？啊，虎帝。武力，宇宙三级破，有龙神亲自收拾你。就是风级魔神跟虎力都死的话，这场战斗就结束了、哦、所以我们要练经验的话，要趁现在哈、哦。那你说扯不扯？你看。而且那是算回合的哦，不是算次数、哦。左下角那个加，那是算回合的哦，超爽，无限打击敌人，不动明神诀。那血量多少？看一下，血量154，那打后面也知道了。打后面这只，不动明神诀。我放招式我都觉得好中二哦。第一天魔风，太吵啦，太吵啦。OK， 好，吸收伤害已经没了，我就会死掉了。宇宙三级破！啊，死掉了，好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再一次败给你？龙神，虎帝，现在收手还不算完。笑死我！龙神，你对我这个丧家之犬，为什么还要惺惺作态呀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正义吗？这是所谓的正义吗？龙神，杀了他！他已经不是从前的虎帝了，就当是清理门户吧。好，晚安，拜拜，晚安。龙神，请你杀我，放过虎帝大人吧。啊？鹅屁呀！龙神，我从没求过你，今天就求你放过我的手下吧。虎帝。哎，怎么没配音的？今天谁也不能离开。第十二章，最后决战。
啊，最后决战了，要结束了，今天是结局了哦。哦，要结局了哦，各位，我才练到13等15等而已，就要结局了。他身上有条大刀疤，看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幻魔，幻魔，你果然在这里。虎弟，你这个离经叛道的小子，竟然趁我不在幻魔星的时候夺我的宝座，今天我第一个就要杀了你。风吉尼，虎弟，我已经救你2次了，这次你应该说声谢谢吧。风吉，风吉，记住，千万不要这么容易就死掉，你的命我也有份的。哎呀，啊！哈哈哈哈！很感人的场面呢、啊，风吉魔神，你竟敢背叛我，这样就死了，真是便宜了你。那平安打错。幻魔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他不管，他身上有配音，可是配音都配得好尴尬、哦。五弟，你现在想怎么样？我，哼，看来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一阵线了。幻魔真身变面，哎、欸，今天结局的，我其实有点意外，因为那么短哦。好。